则安之。塞拉斯辅助，来把猴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嘿嘿，俺老孙正等着呢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你要偷东西呀？偷吧。哎，还有意外收获！哎呀，我的人头我值！回家买个药吧。有妖气！这我要拿个一血回家一首女神之泪。跑的咋那么快？从家里边出来跑的本来就快呀、啊。一开始不都有加速吗？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他应该要往这里插眼儿，稻草人买了个针眼儿，100%往这里插。白骨肚肠，跟我拼，我拼！但俺问问你，走了。要 A 弱点回血呀，不给。带着点盐的剑姬。这不反手也给我不烦他，别让他玩啊，别让他玩，别让他玩。哈波视野，还吸上了，我的天哪！啊，我这蛤蟆蓝帽不不都给你打了吗？这别放 W 啊，放 W 这耐心值没了。拿下，再来招俺老孙吧。稻草人已经崩了。捅我！属实是给点面子了，我一瞅啊。兵线吃着经验了，我可以不要。这钱我可以不要。但他捅我，那我必须得干呢。哎呦妈！完了，我的妈！这波没办法，我要是往前走卡那个弱点的话，我就会被塔打，没办法。来一波 buff 传递，
带俺问问土地老儿。很现实啊，看着剑姬是不想活了，我一看他是不想好好玩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这老孙的本事吧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此地不宜久留，都越他！他妈还敢往出捅，还捅，还捅，再捅，再捅！气死我了，还敢捅！巨鲸才是重中之重，给我蹲他，蜘蛛，过来，过来，给我蹲他，蜘蛛。会门啊！再蹲，让他上线！我操，还让他上线，那能好使吗？杀我们家蜘蛛，还真让他给杀了。没事，兄弟，问题不大，人头可以给他。妈的，爆发这么好，我靠！人头可以给他，上路他就别玩了。四层塔皮加三波大兵，俺老孙正等着呢。出的真慢呢，多兰剑不卖，买不了了。有妖气。无敌了，是我塔皮儿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去修炼个几年，再来找俺老孙吧。喜欢晃，喜欢晃，来，我让你做晃两下，喜欢晃。塔我还真就不推。能翻十万八千里。贫血，先出这个，一塔要没了，早着呢。Double kill， 此地不宜久留。Killing spree。等会儿再推过去，等个三十秒。
去精。看我上线再推线，他要回来，你知道吗？等他三十秒，等个大招，月塔再把他杀了。叫 W， 哎，又在那晃。晃。又在那里晃。一个兵他都吃不着。差四级。把饼干吃了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蜘蛛来不来呀？我感觉我能打过他。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Unstoppable。我感觉我能打过他。摇晃哪里跑 ？Shut down。有妖气。呀！哎呀呀呀呀！咦！直走啊，直走能不能扣到小兵？小兵死没？死了，小兵死了，我就死了。我往右边走好。水也行。我不知道刚才小兵死没死。不应该直走，拐弯啊，他有可能就追上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走斜线，他走直线，拐弯那一瞬间他有视野。俺一个跟头能翻十万八千里。没事，把这蓝 buff 拿回来。三二一，出现。比翼双刃。他应该跑不过我，我二速血，他一速血，我还加个小药加一速。回上路，别让他吃塔，一点塔也不让吃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虽然我们没有杀多少人，但是也已经无敌了。希望他们能和俺多过几招。中路推，下路推，我们上路也在推，不着急，看看这个高地有没有人啊、哦？没有人就在这高地跟他耗血。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
一走，好 Q， 好意。能杀啊！我帮你杀，闪现！喂，我扣我扣我扣你！哎呀，主位，装甲猴，操！甲猴也他妈打，这稻草人儿。真是个精神病。早知道不装着假猴了，稻草人纯是精神病。我 A 他呀，我刚才我他没过来，我咋 A 他呀？他用的 E 技能。塞拉斯是上当了，那这稻草人还放的 E 技能，给我沉默了。还留手 E， 我直接一个 QE， 然后我 W 再走一走，回头我能把稻草人杀了。但俺问问土地老二，打小龙吧。你大爷的，我让你不上当，我让你不上当。怎么的一个辅助还要跟我干一下子呗？闪现，剑姬够愁的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剑姬的英雄，无论就崩成啥样都能有伤害。这要刚才是个猴过来啊，就三杠八的一个猴过来，绝对是打不死我，你知道吗？剑姬的英雄，我都真是不知道咋想的。容错率太高。是弟弟，希望他们能和俺多过几招。除了那团战稍微有的时候可能会费一点以外，没啥缺点，没有缺点。万金油，既来之则安之。闪现，防哪闪？看着这伤害没？你看着这虚虚没？这 ADC 差点他杀了，我操！他就打一个弱点，他差点跟我们家 ADC 没给杀了，就打一个弱点，那不用多。塞拉斯还让他玩起来了，你们辅助塞拉斯。可以打呀！咋的呀？他那里给我跳大，跳大好使吗？看来是好使，给我一下子回血。有点多呀！杀！
得要个血色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推高地，剑姬儿搁上路呢。可以推呀，就这么一个玩意儿，能这有啥好怕的？当然，我土地老儿，就一个小塞拉斯。打起来，我跟你说，可没有人救你，那就杀你。那不杀剑姬。四个大招，三个大招还是四个大招？维恩好像没开，三个。打团，来来来来来打！那蜘蛛搁旁边呢，这波能打。重中之重，远古恐惧没啥伤害，主要是杀维恩。这坑真烦人，拆中吧。开完中拿大龙，跟我过来。跟我过来打大龙，起来。应该没有眼儿。没打。那卡莎打龙疼。有电浆。现在这猴出完十五挺狠，不太爱玩，有点厉害。有头蛇卡，特效流。俺一个跟头能翻十万八千里。
我今天不杀他，难解我心头之恨呢。成舟。哎呀，没偷出来，我的妈呀，全是空的，给我一顿空啊，动都不让动一下。这都水银鞋了都没用啊，一顿控制，从头控到尾。呀，我应该来个那个那什么的，来个钢铁合计的。这都没死啊，别飞了，他有钉，拉倒吧。小龙打波团战吧。这团战还能打了不？啊？还能不能打团了？这我操了啊！还能不能打团了？整个他妈破逼辅助塞拉斯还给他杀的，切！全他妈是顶，五六个顶。还是大把包了呢。领教下俺老孙的本事吧。卡莎是特效流的。推这个，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推这个，来呀！来之则安之。
找找稻草人，擦擦线眼儿。再来问问土地老王。合理的归我了。追塔呀！此地暗无一九流。泰拉斯能干啥呀？杀就杀的稻草人儿，哎呦我好捆呐、啊，好意，那杰搁旁边瞅啥呢？你就干他，他是个屁，我们杀人还不打死他？妈了个巴子的，切切切，吸喜欢吸，你他妈吸，我就我吸。看看到底是你能吸还是我能吸？这个破剑今日还能他妈杀四杠九，他能杀十一个，我操！哎，给我打的气坏了，给我气完了，要个傻子杀十一个人。都谁死的？碗豪子吧，碗豪子是十二把的碗豪子，不像个人。